们起得真早啊，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里睡觉呢？因为清晨起来空气新鲜，对身体大有益处，所以他们都起来进行晨练了。哦，哎，老爷爷，太阳快出来了吧？快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太阳虽然还没出来，但是它的光线已把东方的天边变成了白色，这就是白色的白字。下面的日子代表太阳，上面的一撇表示光线，白，白白，白色的白，白，白色的白。你们看，那片草地上有个老人在练太极拳，咱们去跟那位老爷爷聊聊。好，哎，走。老先生，你的太极拳打得颇有功力呀。不行不行，还差得远了。老先生，您贵庚啊？还小呢，才100岁。啊，100岁还小？这位老人的年事已高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在白字上面加个一字，就是100岁的百字。这个百字还用来表示数目，那就是10个10的意思，还可以表示众多，比如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、百战百胜等等。那老百姓的百也是这个百吗？是啊，还有百分比、百分之百也都是这个百字。百，百百，个十百千的百。百。老爷爷，假如这个老爷爷不够100岁，还能组字吗？能啊，当然能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年轻人们见了老人经常称呼伯父伯母，或叫老伯伯，这就是伯父伯母的伯字。因为都是人，所以用单立人表示，又因伯白生母相同，所以用白字表示读音。伯，伯伯伯，伯父的伯，伯，伯父的伯。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，念百，大百字的百，百，大百字的百。哎，你们妈妈称呼你们爸爸的哥哥就是大百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好，你们说一说那是什么数啊？是柏树吧？对，是柏树。这种树木质坚硬，还有香味儿，虽然生长缓慢，可它的寿命很长，很像是白发老人，所以用白字表示读音，再用木字做旁，就是柏树的柏。柏，柏矮柏，柏树的柏。柏，柏树的柏。哎，哎，哎，你们看，这个人是怎么锻炼身体的？他为什么要拍打自己的身体呢？哎，这也是一种健身活动。你们看，拍打身体是要用手的，所以用提手做旁表意。另外，拍、白、声母相近，韵母相同，所以用白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拍打的拍字。还有拍巴掌、拍皮球、拍照片、拍电报也都是这个拍。比如乒乓球拍、羽毛球拍也是这个拍吗？是啊，还有苍蝇拍、唱歌打拍子也是这个拍。拍，拍拍，拍打的拍。拍，拍打的拍。老爷爷，我看着这个人拍打自己的身体很害怕，会不会打出血来呀？不会的。来，咱们把这个拍字改动一下。因为害怕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所以把拍字左边的提手旁换成竖心，就是害怕的怕。怕，怕怕，害怕的怕。怕，害怕的怕。
其实这个人在拍打自己身体的时候用的力量并不大，你们不必害怕。就像拍巴掌，声音很大，根本不疼。哎，对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心里真的不害怕了。走，咱们到那边去看看。哎，走啊。